Hello， 各位观众，大家好啊！今日我又嚟到卓越会呢边啦。由于我上次嚟咗上梅林呢边按摩，经过中康路嘅时候就见到有几间餐厅，跟住我就喺大众点评嗰度查过啦，发现呢度有间非常之出名嘅牛肉火锅专门店，所以我今日就带埋屋企人嚟一齐试下啦。而呢间店铺就系位于中康路嘅幸运牛汕头小黄牛火锅。各位坐地铁嚟到上梅林站之后，记得揾翻个注册口啦。出到嚟之后，会见到对面有间维也纳酒店啊。跟住过咗马路之后，向翻左手边方向行，好快就会见到呢间小黄牛噶啦。好啦，而家差唔多到达咗幸运牛呢度啦。今晚就喺度打边炉啊！其实在卓越会过条马路就是这里了，这间幸运牛汕头小黄牛火锅的位置是属于上梅林中康路这边。哇，挂了牛在这里，有了价钱。讲回这间餐厅，一共有两个楼层的，大家看到前面这个位置是属于地下的楼层，在这个时候已经没有位置了，跟着职员就带了我们上二楼这个位置坐的。望回这里四周的环境，我看这里装修的风格都简简单单，而且灯光都属于很柔和的，多数都是以四个人一张台为主。看回餐单了，汤底方面一共有九个可以选择，最便宜10元到最贵128元都有。另外新鲜的牛肉有很多选择，我们当日就选了三样东西，包括这个五花子、吊龙伴和嫩肉。而这里的招牌手锤牛丸都是28元一份，而且有生和熟的选择。茶位和酱料就另外收5元一位了。小心啲啊！嗱，呢度豉油唔系攞咗啲鱿鱼芫茜啊，豆瓣酱试下咯，或者嗱呢度系豉油得啦嘛，够唔够？啊咁啊，翻去啊，小心啲啊！今次就嗌咗呢啲火锅配料啦。另外再加多碟濕炒的牛河，收費就是231元人民幣嘅。啊，而家嚟咗啲牛肉啦，有呢個嫩肉啊，吊龍伴同埋五花子啊，不過我唔知點樣分啊，可能每隻牛肉嘅部分啦。哦，呢度差唔多係全牛宴啊，有四碟嘅牛肉啊。同埋個手打嘅牛丸，跟住就呢度嚟埋呢個牛腩湯底啊！牛腩湯底顧名思義，梗係入邊好多牛腩啦、啊！哇，都好多牛腩喎、啊，份量係咪啊？正喎、啊，呢、這個鍋底都跟住嚟埋呢碟啊，濕炒嘅牛河啊，呢碟牛河20幾元啊，28元一碟啊。各位食牛肉之前記得睇翻餐廳呢個牌啦，因為想牛肉好唔好食咧，一定要掌握6個時間啊。如果唔係耐咗的話咧，就感覺上牛肉嘅口感就冇咁好噶啦。哇！啲熟啦，終於哇！啲牛丸都浮起咯喎，應該都可以食噶咯喎，嚇都好大咯，浮到係咪啊？嗱，正啊，俾粒你啊，細佬要唔要牛丸啊？你啊，正正啊，俾粒你啊！哇！跟住啲牛腩啊，嗱呢個牛腩湯底啊，佢入邊。都有幾嚿牛腩喺度啊，都好大嚿啊！
嗱，而家试下唔同嘅牛肉啊。今次我哋嗌咗呢几种牛肉当中，最好食应该就系呢碟五花子噶啦，食起上嚟好爽口啊，而且牛肉嘅味道也是非常之正嘅。不过呢碟五花子系有限定嘅，每一围台咧只可以嗌一碟噶咋。除了五花子之外，我就推介大家吃手锤牛肉丸了，吃起上来肉的质感是非常之实的，而且很有牛肉的鲜味。哇，这个牛腩窝底都几抵食，啲牛腩份量都很多，吃几都吃不晒，留住都仲有啊。睇翻呢个价钱啦，收费就231蚊人民币，就嗌咗呢几样嘢啦，大家就可以参考一下。我就感觉上价钱都系算平啊，而且个味道系非常之好啊，下次都会过嚟再帮衬啊。我出到嚟幸运牛呢度啦，哇！刚才食咗200几蚊啊，真系好饱啊，食到。另外幸运牛斜对面就是卓越汇商场啦，大家食完饭之后亦可以去那边行下嘅。所以我感觉上上梅林呢个地方真系一个非常之好嘅地方啊，行街食饭按摩样都有。好啦，各位观众，呢集就讲到呢度啦，喺度就好多谢大家嘅收睇，我哋下次再见啦，拜拜。